我不认识伦伦，我看了没什么感觉呀，什么感觉？我应该有什么感觉？其次，如果说这个女生是酒神的前任或怎么样，我也不会有什么感觉。更何况他们俩也没有这种关系，我更加没有感觉，我有啥感觉呀？而且我一直对别人的过去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，人都是会改变的，而且你去纠结过去干嘛？过去是改变不了的呀，你总是去觉得哎呀过去我不高兴这个事情那个事情这个人那个人呢，那你太累了。在这个时代的一些红利下成长到了吧，对吧？吃到了一些时代红利嘛。像我爸爸九几年出来做事儿，那可能那个时候做生意的人也不多，那像我老公做电竞也算是比较新兴的行业，嗯，所以他们都是在这个时代中找到了自己的机会吧。对，就是如果你有想要去做这些事情的话，那你也需要有一些决心的，肯定不会这么安逸了，而且还不一定是成功的，这些东西都是也是有一些机遇的，也需要有一些这个努力，就是去跟工作啊什么。但是你正常工作的话，可能就是我没有不开心，我在想，因为赚钱的人不是我，我只能通过我的视角去看他们中间付出的这些辛苦，我真的是不清楚。就像我爸之前就跟我说过，他去谈一个事情，就是那个时候可能他刚出来吧，还有什么我不太清楚，反正他跟我说过有一次谈一个事情，他去了那边可能快100次，就是找这个人，然后才接到这个活。就是当然了，我觉得他说的有点夸张，因为我爸讲话就是那种很夸张的人，但是肯定他也是付出了很多努力嘛。但是我当然因为我没有看到，我是听他说的，所以我说这东西我得很严谨，因为这不是我经历的事情。这是一首完整的吗？你刚才差不多吧。兄弟们，我还可以就是翻译很多歌。什么叫翻译很多歌？点歌我可以接受，点三首歌。啊，这单首也叫点歌吗？对的呀，都是这个。董小姐。快，再来一首，我不能忍。啊，我不能忍那个怎么唱来着？我不知道，我不。滴答答，滴答答，发发。这我都被整的忘记原。对，原版的歌是什么？原版的歌是什么？原版那个什么 ？Just like 什么？Just like the way you, 嗯哼哼哼哼，酒神有弹琴的心思多用在小五身上。我已经瘦了快10斤了，兄弟们。瘦了10斤了啊！快10斤了。不要急啊，怎么可能？肚子也不是一天吃胖的，怎么就一天瘦下来了？